我们要三战两胜 PK， 选出一组，阿火老师、宇威老师，你们这两队了哦。好的，两组抢答，三战两胜，出题。我最喜欢哼。这边。魏如萱的娘娘。一起来演唱。娘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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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出题，前奏题啊！前奏题，哦，四级。啊！哇！哇！齐柏林合唱团的最后一张专辑《这一本 Stairway to Heaven》。哦，漂亮！恭喜答对！哎，老师来来来，《Stairway to Heaven》，来来来。是以前的英文歌曲，是很有文化。哦，这首歌的结构非常大，结构它是摇滚的史诗，就前面是民谣，后面变重金属，对，好像非常非常难唱。哇，那这个歌手呢，就是被誉为是摇滚史上的最厉害的摇滚歌手，最伟大的，1-1，好不好？